舞蹈咧，係每一個人都天生有嘅能力嚟嘅。對我嚟講，一舉手、一投足，所有身體嘅喐動，佢都係一個動。各位好，我係梅卓燕，我係一個跳舞人。所以我覺得我同舞蹈同生命其實是分不開，我都不知道那樣東西是怎樣講。它是完完全全融入了我的一種生活的方式。而家嚟講係我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，幾乎我覺得係我嘅生命嘅全部，因為我個工作係一個舞蹈創作者、舞蹈教師同埋舞蹈嘅表演者，咁所以佢係我生存嘅一個職業。第二，舞蹈係喺我嚟講，佢係我同世界連結嘅一個方式。我怎样看社会，我怎样看其他人，我怎样看世界，我是通过舞蹈的创作去得到一个反思和一个整理。如果不是没有了这种舞蹈的创作或者训练，我可能我的人生就是每一天就这样过了去。但因为舞蹈，所以我可能有一个时间可以给我去积累。咁樣都可以係跳舞。首先都可以跳舞，任何一個身體嘅部分都可以跳舞。所以如果我哋 enjoy 呢種生命力，佢係可以無止境。可能有一日，我已經唔喐得啦，可能我坐喺個牀度，瞓喺個牀。如果我的面部都可以動的話，可能我的眼眉都可以跳舞，我的思緒都可以跳舞。初心很重要，是因为你一定是有一样东西是你认为那样东西是引起你的兴趣，还有那样东西你认为是很值得去保留。所以这种很认真对待那样东西是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不是我们那个时间就会白白过去了。可能到头来你觉得是一场空。咁所以堅持初心嗰樣嘢係一種態度啫，就係你要好認真去對待一件事情。嗰件事情唔一定係好或者壞，因為無論經歷乜嘢事情，佢嘅結果 turn out 出嚟都唔重要，係最重要係呢件事情嘅過程裏面，我哋嗰個好認真對待，佢能夠同你有一個 connection。而呢樣嘢先至令我哋行咗呢一世裏面，你先能夠高呼咗唔同嘅階段去俾自己做一個禪修，因為呢啲都係令到我哋自己更加明白，更加能夠令到自己去反省、借鑑。去了解，因为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不知道用一些什么去了解事情，我们一定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，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，原来其他人的看法是这样的，我的看法是这样的，那件事情的解决是这样的。
佢點樣解決個方法？哦，原來有咁多種嘅，等等等等，因為佢中間裏邊又牽涉到太多依啲好多好多嘅唔同嘅細節，喺嗰度先顯現到嗰個好重要嘅因素出嚟。咁所以翻翻去最初心，其實就係翻翻去我哋最初最初好想同世界 make connection 嘅一個原意。